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感冒依旧美好的小熊给大家带来这一期水彩手绘视频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一期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画的是一个妹子，对不对？然后画的是一个偏写实画风的这种妹子。然后这一期要画什么呢？哎，正如大家所料啊，对不对？这一期画女票啊，对不对？画女票。然后呢，这一期呢，其实是前两天直播的一个这个绘画过程嘛，对不对？前两天直播嘛，然后直播也是，挺好玩的，对不对？挺好玩的。然后直播之后呢，然后也是果断回来录成了一个小视频，对不对？做成小视频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呢，这期呢，就是从这期开始都着重的给大家讲一下吧，对不对？给大家讲一下这些绘画技巧。然后呢，这期大家可以看到，画起完这个草稿之后呢，然后我现在调了一个肤色呀，肤色是怎么调呢？用这个大红，加上一点这个史明克里面那个皮肤颜色啊，叫什么什么黄啊，好长的一个名字，对不对？我总是记不住。然后呢，再加了一点点土黄，然后多加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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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均匀的刷在脸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现在呢，给他画了一点头发，画完头发呢，通过这个把画纸给竖起来，让它形成一种自然流淌的效果。然后这种效果呢，也是小熊比较常用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种效果呢，整体来说还是能造成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感觉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里呢，把这个头发和这个皮肤这个底色给铺差不多之后呢，咱们开始从五官开始刻画。这个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咱们就得先从眼睛开始，然后简单的铺一下眼睛之后呢，咱们就开始画这个阴影。阴影当然是从眼窝、鼻底，然后唇底，然后脖底，这些应该有阴影的地方开始刻画，对不对？然后刻画时候要注意光源，对不对？然后光呢是从左边向右边打来的，这样的话这个光源呢，这个阴影呢都会以一个倾斜的方向全都偏向右侧。注意这些地方呢，画出来最终效果就会很不错。然后调阴影的颜色呢，眼窝处的阴影，在之前肤色基础下又加了一点点这个橙色，对不对？加了一点点橙色，又加了一点点土红。然后呢，其他地方包括脖底啊，包括这个鼻底的阴影呢，在肤色基础下呢，又加了一点这个，加了一点什么呢？加了一点这个棕色吧，哎，好像是棕色，我也给忘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重点在哪呢？重点在于一定要都在这个肤色的基础下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因为这个无论是阴影还是皮肤的亮部，它都是在脸上，对不对？你的脸如果没有光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你的脸从上到下都是一个颜色，对不对？你脸不可能青一块紫一块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这个一定要遵循这个原则，所有的这种脸上的颜色呢，都尽量的在肤色的这个之前调这个肤色的基础上去进行调色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说加一样少一样的动作。然后呢，现在开始细致的刻画一下这个眼睛啊，然后这个眼睛的心灵窗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画妹子呢，一定要给她把眼睛尽量画的大一点，对不对？画大一点，然后呢，一定要给她画的带着那种微笑的感觉，哎，这样妹子就很喜欢，对不对？就很喜欢。然后呢，嘴唇呢也是尽量给她画的俏皮一点，对不对？俏皮可爱一点。然后呢，我想必看我视频小伙伴大多都是妹子呀，对不对？大多都是妹子，那你们就是给自己画的时候也是尽量的画漂亮一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是汉子的话，对不对？喜欢自己女神，对不对？想给女神表白怎么办？小熊来教你啊，画一幅画，对不对？给女神画一幅画，让女神瞬间觉得你哎，既文艺又有气质，而且呢，哎呦，还把我画这么好看，哎呦美，这个女神呢，没准就，对不对？就能跟你约战倒塔了，对不对？整体来说呢，还挺萌的，对不对？还挺萌的。然后这里呢，也是俗话说得好，三分靠自然，七分靠刘海，对不对？妹子想要长得漂亮，哎，刘海是很关键的。在我没画刘海之前，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妹子不是那么机灵，不是那么可爱，对不对？但是画上了俏皮的刘海之后，瞬间，对不对？女神范儿倍增啊，对不对？
哎，我希望女票能看见我说这句话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，她会对我好感度加10，对不对？哎，这里呢，可能就有小伙伴要说了，烧烧烧，哎，小熊你又来虐狗啊，对不对？哎，真不好意思，虽然我有女票，但是我的心啊，仍旧在大家的手中，对不对？我为了大家，为了喜欢我的小伙伴们，无论你是妹子还是妹子，对不对？我为你们而做视频，对不对？我为你们而画画啊！哎，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假啊？对不对？哎，但是呢，我做视频确实是因为小伙伴们一直支持我嘛，对不对？我为了每一个支持我的小伙伴呢，一直坚持努力的周更，对不对？周更呢，其实也是一件挺累人的事儿，对不对？小熊呢也是感冒了，对不对？上期视频就感冒了，然后我上期视频录完之后，我觉着明天就能好，实际上呢，我到第二天我仍旧没好，然后现在又过了好多天，我还是没好，但是一直有一种快好了的感觉。然后我这期视频我继续说，我觉着我感冒，明天能好，你们信不信？哎，不管你们信不信，反正我信了，对不对？我要是明天好不了，那就是你们有人诅咒我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定要咒我快点，不是，你们一定要保佑我感冒快点好，这样的话我才能继续给大家带来丰富多彩又富有趣味性的这个视频，对不对？这里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简单的画了一下之后呢，从这红色衣服里延伸出了这么两只蝴蝶，两只红蝴蝶，然后又从头发这个紫色部分呢延伸出了几只紫色蝴蝶。这是这种今天画这个画呢，不是属于这种写实风啊，对不对？这属于比较意象的这种半写实创作型的这个水彩肖像，整体来说呢还是比较有意境的，对不对？画起来相对那种写实风的呢，或者说半写实风的呢，相对容易一点，因为这里边创作性的要素比较多啊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说我画这个蝴蝶，包括甩上点，包括这个流淌的效果呀，包括现在用这个白笔给它画这种裂痕的效果呀，这都是一些比较创造性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这些东西画上呢，会让这个整幅画呢，有一种比较新颖的感觉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但是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头发呢？当然没有这样的头发呀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就是这画了一下这个效果，然后整体来说呢，也是看起来挺萌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拿起这个棕色油性彩铅就简单勾了一下，然后这期用的这个纸呢是这个梦法尔300克的纸，也是比较适合小伙伴们去购买的一款纸啊，因为这个纸挺便宜的，对不对？这个而且还是四面封胶的，就是四面封胶纸，你就不用裱纸啊。直接画完一幅撕下来一幅也是挺好用的。然后用的笔呢，一开始铺大色是用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啊，红胖子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小熊他其实小熊有点胖，对不对？有点微胖，哎，1米9200斤，对不对？有点微胖，所以说对胖子这两个字很敏感啊，对不对？小伙伴不要随便乱说。哎，这个铺大色用的是这个红胖子2号松鼠毛笔，然后勾一些小细节用的是这个达芬奇4281号的这个笔，然后这两支笔也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高点，不太推荐就刚上手小伙伴去购买。如果你刚上手的话，还是建议大家去买。如果你想铺色的话，去买那个华虹500松鼠毛笔1号。买那个挺划算的。然后如果想勾线的话，就随便买支4号的这个尼龙笔就行啊，也就几十块钱的事儿，这些东西也都比较适合小伙伴用。然后现在签上名之后，这幅画就画完了，大家可以看到还是挺有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完成稿，当当当当，拿到电脑里呢扫出来，然后调节了一些曲线，还是挺萌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一期呢就是这样了，然后下次呢会给大家放那种半写实风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之前一直说的半写实风的那种风格画的妹子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是谢谢小伙伴们一直来支持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求硬币求收藏啊，对不对？
点收藏的小伙伴呢都是小天使，对不对？天冷了，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保暖，对不对？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